加麦莎这一支品牌呢，是沿用我师傅洪振松师傅他所创立的品牌，他现在有传承下来。啊，这个品牌其实主要是以良心下去作为根本，然后也没有人规定说做冰淇淋就一定要价格要很贵，所以我们的价格都算是同板价钱，啊，一杯两酒也才40块，啊，我们用的原物料，哦，都是用我们台湾本土的水果下去做，芒果我们都来自枋山的芒果，哦啊，凤梨也是我们那个五坑的凤梨，啊，火龙果就是我们高雄的火龙果，百香果也是用我们在地台南投那边的百香果，哦，用最单纯的食材做出我们最单纯的冰淇淋，跟一般市面上的冰淇淋这样黏黏稠稠的感觉那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所做出来的时候呈现出来的冰淇淋它是属于清爽路线，它吃起来可以让你吃到水果的原味，像吃芒果你可以吃到芒果丝，凤梨冰淇淋你可以吃到凤梨的果肉，火龙果冰淇淋你可以吃到火龙果的清甜，那百香果冰淇淋你就可以吃到百香果很酸的感觉。那至于牛奶冰淇淋呢，牛奶冰淇淋我不用一般市面上铝箔包所用的那种牛奶，因为我觉得里面的成分怎样相对性我不知道，那我既然要让他吃得安心，所以我选择跟彰化的酪农拿他们的牛奶回来自己熬煮，这样子我才有办法去做出比较没有掺杂其他成分的冰淇淋出来给大家吃，啊，因为这样，因为这些都是在地的食材，没有再多余添加其他的东西，所以相对性它的热量就比较低，哦，啊，这样吃起来感觉是非常的爽口，哦，因为它只要你有来吃过，一定会像我们的加麦莎的名字一样，一定会让你讲解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取加麦莎这个名字的典故。